个这个也是一个等分，这种话。我39年前失业，跟他开始学拳，他就在家里画了一张梅花谱。啊，他讲这个梅花有两种，一个南字北字。他说走上南字已放过，南字已经放了，开花已经开过了，无人来上此山屋，没有人来赏这个，到这个山坎里来赏这花，是吧？明朝我有飘然去。明天飘然我走了，不解亲戚对影多。这个话什么？他有一个老少在里面啊。你们现在不说，我那时见他有这个想法。你想，这个三十九年前写这个话，那么这个是谁写的？不是他写的，是他的老师写给他，简明山先生。他在这个长寿啊，学这个过秀的时候，我给他写这个。